前方到站是实验学校，请需要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。我叫李平，从事公交驾龄有23年，车型从最早开始的扬子的、金龙的都是燃油车，到现在的中车、宇通，这都是新能源的纯电动的。原来最早的燃油车都是配备了那个售票员，随着时代变迁，我们是无人售票了。现在的我们的新能源车都是冷暖空调的，乘客舒适度要提升了好多。原来道路就是几条简单的主线，现在个主道多了，交通的路网是现在是越来越完善了嘛。从燃油车到新能源的变化，说起他们的区别，我是最有发言权。我从去年购买了一辆那个新能源的汽车，享受了国家的补贴，现在开起来是相当的哇塞哦。现在的新能源小车起步相当平稳，静音哦，维修少，这就是我要买它的原因。